们只有五轮车了，现在。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刚刚告的可能秒闪退了吧。他可能他妈进他屋子了吧。对，可能他妈进他屋子了。FAT 可怜少年，可怜 FAT 少年。这问题怎么出不出去？哎，对，说好的练黑百合。哎呦，这个堡垒得笑死了。哎，这堡垒什么鬼？堡垒哪里啊？在打了他，我刚跟他打了他，然后他给我打招呼，然后我就直接跟他打。哇，我被堡垒给弄死了！打了个变态。堡垒在哪儿呀？我来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完了，我就要死，我就我要死，我就我要死。他们有两个堡垒。他们有两个堡垒啊，他替我听到他喊了一次。你杀他干嘛？他妈的，我在跟他打招呼。不，他在跟你打招呼，然后会射你头的，你放心好了，刚才就是这样。我一直按右键啊，原是我听到他喊了一声哈萨克，然后就把自己毒死了，还能毒自己的？可以毒自己的，可以毒自己的，可以毒自己的。哎，可以毒自己的？我操，真的可以毒自己？对，只是不能毒队友而已。原来毒还是可以毒自己，我操，毒可以毒自己啊！原来对，是可以毒自己的。所以不能跟离你太近。他是附近五米的，有敌人的话，他就会触发，然后爆炸范围是五米。兵强，嗯，起来吧。再把你毒一个起速。妈，他坐下来，我操！我跟女兵76打起来了。女兵77。让他点了个血包，结果飞镖白扔了半天。哇，今天刚才那局我那个跳狙成功了，好爽！可以可以可以。哦，跳狙，哎，跳狙是就是要你钩子抓住到达地的那一瞬间。就是、抓住上面那个头，抓住那，然后松开。啊，这样。松开是按什么？也是按 shift 吗？没有，就 shift 直接没了，夹不住脚。哦，这样子。被狙死了。就你勾到最高的地方，然后按一下空格就飞起来。哇，那个狙好强！哎，不对，他这个狙他妈的，我打他手枪。不，他在无敌区域打你没有用。啊、不是，我打他枪上了。打他枪的也一样，都不掉血，他在无敌区域。哎呦，操！进攻半张确定，这半张有点骚了吧？我操！我们就从来没有逃过一局，没有进攻堡垒，好烦啊！God，你的 SAT 考完了吗？没考完，回去写 SAT 去。哎，God不在语音里吧？他在语音里。God在语音。回去写 SAT God。不考了。再玩半仗，你就去不考 SAT 去考 SAT。我考完半仗下车，我靠！我都考了，我都考完了，不考了。那他妈不考了，不考你也得给我再去考一次。我班上很强的，可以可以。啊，你们都完了，我想完了。哎，怎么我们怎么三个呢？我天，我再换一个。三个男强的，能打的啊。算了，我再换一个。这个你303没有用啊，你没有人给你奶啊。等一下，这三零三大大想给谁啊？咱们303的毒瘤就是那个半藏。对啊，我大给谁啊？神他妈那个这样算藏多了就是远距离输出，看要是这个很强，既然有这个，那我就换个岛田。我半藏主靠盾打的。你要换个岛田。今天看我室友玩那个安娜，屌的一比。哎，怎么变成狂鼠了？怎么一个比一个骚了？我操！岛田狂鼠啊！我靠！有谁还不玩狂鼠？输出爆炸了。对，这边有狂鼠，我盾撑不了多久。来对轰，对轰，来能量！妈的，把我打飞起来了！这边没有锤啊，随便炸啊！我操！哎，心疼对面！我操！没有锤，没有人权，我靠！有炮台！哎我操！哎，我要死了！哎，我死了！我狂死了！我靠！炸掉我杆，可以了，敢打掉。哎，我玩个法机吧，要不？枪悬在狂鼠上面，我。
玩个法机。说好的没锤没人穿呢。但我想玩个法机。我操，这个小房间全是人，我操！别去小房间，别去小房间，别去小房间。小房间很惨，小房间。我要死了。小房间惨，这毛妹能量比我还高。小房间。小房间惨。妈，我刚看到你被摄像头打得开心死了。他真没锤。一直在给我送能量。哎，血抽多了，一个女生跑到我脸上来。我哪知道在后面啊？哎，我靠！哎，这是怎么随缘到的啊？我想问。左键。对啊，左键，我靠！这炮在左键把我干死了。Back into the frame。我在哪一步最佳？那我现在单应该给谁啊？问题是，你给死神，给死八要吗？我给天使吧。没有锤了，没有锤，还有锤吗？没有锤，没有锤了。精灵突，好痛啊！没有锤了，这怎么进？对啊，我也在想。等会儿，我操！我操！回来！没有锤了，没有锤了。我操！什么玩意儿？没换个锤子吧？还是？那、啊、那我还是换锤吧，还是换锤，换锤。对对对。我操，盾空打，谁都没炸到他，有毒吧？我炸了，你们要不要进去左边送一波？左边，左边，左边，左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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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掉了一个炮台，可以。我靠！哎，左边全是摄像头，别把我复活起来！炮台不是炮，没事没事没事，我来。你们怎么都在那儿？我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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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拦你。打他去，打他去，打他！我拦你们，拦你们，我拦你们，我拦你们，都说了拦你们。我操！我就四十九血，哎呦呦，有天使吗？哎呦我操！哎，去拆炮台，去拆那个摄像头，传送门，对，传送门。哎呦妈的，一次头！哎，那个黄鼠在上面很惨很惨，疯狂吃了半年，我还以为自己倒了。哎，这下射箭慢杠。哦呦我操，这摄像头好烦啊。我天使被保护起来了，没办法。没事，大表拉起来再打一次，大表拉起来再打一次。他没有拉了吧？已经，他刚拉过一次。我刚刚拉过一次。那他们是不是已经用完了？我靠！我不知道啊。用完了，用完了，他们从家里跑。哎，你他妈隔着墙都可以激光到我，我不玩了。哎，后面有毛妹，毛妹。哎我操，我进去为什么就一点点血了，我天。救命啊，我操。去干。哎我炸死天使了。拉起来。拉起来了，但是我死了，我死了。弄着弄着。传送门，传送门，传送门，传送门。哇，这传送门疯狂的输了。好烦啊，我操。我操，两个人啊。又是摄像头。他的摄像头好烦呀、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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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皇鼠要接锅了。摄像头。哎，这是金武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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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武，不是金武。哎你怎么了？哎，怎么炸到他？
我杀了个天使，而且旁边有那个。我就有天空鸟。没有星星的话，打传送门有点。哎，本来今天打算好好做作业的。这话说出来我都不信。我这么热爱学习，你说是吧？呵呵。我觉得现在打游戏的人说自己热爱学习，我都是，我的内心是拒绝的。我很热爱学习的。哎，你的 SAT 呢？回去学 SAT 去。岛田七十六。哎，要不我来玩个骚东西吧。不下车。我来玩个骚东西。自残七十六。那时候你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啥？不不不，他们这样子的话，万一有星星，我们好像没人打得了。小美可以的。来，两个毛妹。两个毛妹可以可以，两个毛妹可以。互相套路。你们又玩套路。两个毛妹还可以吧，我觉得。两个毛妹肯定可以的呀。互相套盾强无敌。嗯，因为太无敌了，套路就不好了。我是一个有竞技精神的人。哎，三个毛妹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全队套盾吗？全队套盾啊。三个毛妹就被输出了。没有啊，毛妹不就输出吗？玩的样子也会被打，好不？哎，三个毛妹就三个毛妹，那个一个辅助单辅助，然后两个输出就可以了。哎，这点不能跳，我天哪，对面傻鸡一个人就可以把我们玩爆了好吗？不有七六吗？哎，那个七六准吗？不准，很准，很准，玩七不准。没关系，不准我来，不准我来，反正我是随缘的，跟准不准没有关系。其实哎，拦我一下，我爆雷跳台。我看右边，哎，左边怎么都没人，我靠，全在右边吗？哎呦能量哎，能奶我吗？奶我我在点堡垒啊。套个盾给康主，套个盾，这个堡垒会让我轰掉。这两个堡垒角度很棒，正好能打的。我操，什么东西啊？又是堡垒来，关键我们放进来打，要吗？包下大，包下大。没有能顶住，6162，这样我好复活。哎，不要冲。哎，裂空进来了，我冲一摸能量。进来了，他们进去了。我操！哎，不弹射辅助这个掉。弹射。哎，右边还是有两个人啊，被我用墙暂时封了一下，但还是在的。啊，那我。我操！这半藏进去了，妈的！有个半藏，后面有个半藏。我不管，我先去弄前面的和尚。死了！和尚怎么弄不掉啊？看到了！半藏！哪里半藏？半藏！天上藏，天半藏！快！我去追他！这根本打不到他！数学输了！和尚来了！裂空也在。半藏死了！哇，这太雨！前面那个岛田死了没？死了！他们换星星了。我叫有心去单抓他，他一定死的呀！我前面只是不想管他。哎，谁来帮我打一下这星星？谁来帮我打一下？我一个人干不过。我上不去，我哪
没关系，我可以自奶，可以自奶没事。亲近小房间。又来，能量能量。亲近，亲近过去了，亲近要点。狂兽死了。哎，你们这，你们上面有个。我的妈呀！我操！你的妈呀！拿六堡垒，拿六堡垒。救命救命！我没有堡垒。这边有三个人，人有点多，这里我靠，我被壁咚了，我被壁咚了，救命啊！奶着你呢，奶着你呢，奶着你。我被拍的人不，我们拍的不到人。没事，只有一个星星啊，只有一个星星啊。你弄的，空电宝，空电宝，不管你了，你自己干。哎呦，我被顶了。哎，我操，他没掉上去，尴尬。堡垒，堡垒在哪？堡垒在平台上，他已经要走到桥上了。哎，毛妹你行不行？毛妹你行不行？有点不行，我在反复横跳，出来了。哎，你跳下来，你跳下来，跳下来。哪里啊？堡垒在哪里啊？平台上是 OK， 我去。平台上不是。哎呀！哎，被堡垒打掉了！我操！半上，这帮子怎么还在这里？有个地方。我听到堡垒的声音了。堡垒开大了。哎呦！真没把他炸死！我放坦克！我没炸！他先来轰我的，我操！你这个裂缝有球的话，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站得住吗？站得住吗？站不住了是吧？我死了。哎，可以。没救到我。哎呦，我还是死了。那边到底现在多少人？现在不行啊，这个位置我靠，堡垒有两个人，还有输出吗？还有输出吗？有毛妹，可以放，冷静，小伙子冷静。上面有堡垒，但上面还是有堡垒，我不知道这个堡垒应该怎么去掉。你放个冰墙，弄不住。还有是堡垒。他们输出了一万年，没人管。没办法，我们没有这东西上不去。回点。回来吧。我没炸呀，尽量给我奶，我操这个！哎，他们对面有附加乱世。好烦啊！这种星星堡，我突然发现星星堡。堡垒的战术好狠啊！我操！谢谢能量，小伙子。哎，这我要死了！妈的！哎，以后闹！家里我操！哎，怎么下面还有半藏？我的天！哎，我操！有个什么跟原始的卡位啊？过来给我掏个盾！我操！快来救命啊！我扛不住了。近点，能打。后面。还是我先到你了。我去把这堡垒干了！我操！拉的就是他。右边。我去。漂亮。我换死神了，妈的！进来那个星星直接弄死。你以为你他妈能干得过我？干不过。打突然跳。半藏。哎呦，小伙子！小伙子死了。哎，我们不是双圆的吗？双毛妹的毛妹。一个毛妹换了个圆。啊，可以。那边好嘞。嘿嘿，小伙子太年轻了。哎，他们要进，我有大，准备反打。哇，这堡垒在，他们冲进堡去了。没关系。堡垒在哪？在门口。有龙，我操，我走到龙里面。我操！没事，在里面。你在里面死不掉，没事，你只要墙还会有就行。堡垒哪里啊？我去把他干了，我操，这堡垒。哎，原石给我奶一下。
黄磊。木兰，能量能量能量。可以可以。我飞过了我的锅。好了好了好了。哇，20%，这有点难啊！你再来一波就完了。我有打，我有打，这波我有打。哎，保住！哎，我这个 CD 没好，我靠！还走？你往后退啊！你往后退、啊！这个半藏，半藏在那儿。看到，看到，看到！半藏爬进来了，爬进来了，半藏。我去，我去，我去！裂空，裂空在点你。半藏，看到。他们，我们奶掉了，他们想要打一波，先撤到堡垒打不到的位置。我操！我要死！我的锅，我的锅，我的锅。哎，狂鼠被我眩晕死了！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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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怎么还有堡垒？堡垒！我操！堡垒已经撤退去找。卡在视角，卡在视角。哎呀，我操！堡垒！堡垒开大！哎呀，我没带啊！哎呀，我没带，出门，我不行，不行，咱们，哎呀！哎呀！好烦，尴尬。对面丹奶还是Epic. 好吧 It's nice to be appreciated. Sensational. 就是命啊有点气堡垒一直抓不掉嗯毛妹打毛妹不好打堡垒我只能去摸一波能量但我跟他刚肯定刚不过哎，你发了一个什么 no？ no 就是什么？什么鬼？我操！嘲讽一下对面，嘲讽一下。One shot。对面知道 GG 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草毛！我昨天打竞技的时候，然后完了跟带了两个不是朋友嘛，然后在后面说了一句中文，他妈的全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操！咱一队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那局赢了，他妈就加9分，你知道吗？气死我了！哦，赢了一局加了我9分，我靠！还是那种三个金牌，竞技啊，妈赢了一盘，好不容易赢一盘加9分，前面输是输了2盘，输了60多分。哎，我操！一下子就，哎，哎，你在打牌呀？不，我还在打招呼，他们对面半藏突然射了我一箭，然后我就反了他一箭，然后他很快死了。我操，对面半藏有点准啊！你我操，这半藏好准啊！在哪里啊？他们两个半藏啊！对面直接两，我操，好准，牛逼！我操他妈的有安娜奶他！哎，我康德玉，哎，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奶？我操！半藏好准，23级的半藏，很准啊！为什么他不被封号？我操！他大招都打出来了。操！我他妈就5滴血，完了。我这里一条龙。
盲牌抢完他把我做了。哎，这盲牌给他盾，我操！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哎，他躲进去了。拔剑四顾心茫然。拔剑四顾心茫然。他躲进去了。哎，我操，这什么鬼？这有了，这大也有了。快出来，快出来！他听得到的呀，真他妈快出来！这个人炫不得到你，炸死一个，炸死俩，好！我操！你女装的雪豹上扔了个匣子，这个原子炫不得过去，想滋滋，然后踩到。太强了，太强！哎，那我应该有反应啊，我刚刚没什么反应。哎，结束了，我还在滑墙呢，怎么就没了？就滑。我进攻，进攻，进攻。哎，了。不然。我要玩奶，我要玩奶。那你玩呗。那你玩核算好了。玩离心飞会不会玩？啊？不会。来个远程呗，来个麦克雷之类的远程呗。或者麦克雷或者 C 六的。麦克雷吧，麦克雷。麦克雷比 C 六好。对，我麦克雷打工人。那你就别玩麦克雷，这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打不中人就别玩。所以说我才玩 C 六的嘛。我操！去了你打几十发子弹，就麦克雷的一发子弹。但是我麦克雷一发也打不中。那就是我，那我就是没办法。孩子，你还是去学 SAT。哈哈哈陪我打 CS 啊！你们学校我不报了。不报了？为啥？天天就是要去 SAT， 去 SAT 的。别呀，咱们学校可嗨了。除了 SAT 还有 ACT 呢。选一个吧，孩子。我两个都考好了，考了。可以。哎呦，我的个娘嘞！我喜欢呀，这个东西。哎，回来。干了，已经干了。怎么还有个堡垒？炮台，两个堡垒。还有小美，我的天，他们什么？两个堡垒，一个炮台，两个小美。天使，去弄他。怎么又是小美？哎，我选个迪瓦去。哎，我选个迪瓦去骑他们脸啊！我弄个迪瓦去骑他们脸。我真的是逼了狗了呀！哎，天使掉了没？天使掉了没？这边炮台换了，炮台没有换，没有换，炮台没有换，哦，一个堡垒换了路霸，另外一个堡垒换了原氏，路霸我喜欢，换了圆，小心那个圆，小心住啊，天使大好了，多一张，死了，我怎么进去吃啊？怎么都进去了？哎呦哎呦！哎呦，这炮台开大实在是太烦了，我操！哎呦，都在这儿，大家！我操，还有路霸，后面有个路霸，路霸要死！刘学老师，我出现！哎，先去把那个炮台点掉，炮台，好，先不要被他击败。没关系，可以，哎，哎。怎么还有一个动植物石头？他们有两个。哎，被路霸收掉了。哎，天使！我操！啊！这炮台他妈什么鬼东西啊？这炮台！对面不是双
小美啊，对面不是双小美。换了一个，换了一个，换了一个。那个小美换了个锤子。好恶心。对面有，对面有锤了。人是在上面。哎呦我去，这边偷不过来，我一偷就被死。炮台在那里看着我。还有一个猪在这儿，你可以从右边飞过去，他们炮台在右边。右边飞过去 ，OK， 好。对，你过去。我操！我被上面追了，我被上面追了。你飞。上面被我打两上头。死了没啊？我想问。上面一点。回来，回来，出来。看到炮台了。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哎，好气啊！这猪很残忍。不敢去找他，但是那个血包他又喝了口水。哎，可以啊，掉三个人进。哎，可以。够了。不行，走。哎。哎，他们在哪里去了？然后呢？三点。哎，天使，天使，天使。天使，天使，天使。妈的蛋！小的，我操。哎呦我操，这两波都被天使复活下来了，就没很难打了，好烦啊。要不我打正面死，给你最好天使。哎，等一波吧，等一波能量。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来了。有路霸，小心别抓我！原子跑哪里去了？我的后面。原子死了。你想避中？然后我这被围观了，兵强也没有。回来，回来，回来！死了，死了。没事没事，他把大兵出来了。动作不我在墙后面，我在墙后面啊。哎，怎么又死了呢？可以。天使，天使，天使，我干不掉他。我他妈熔火之心，我把天使切了，原神死了，干掉大锤！我他妈的被勾了，我死光死光死光，转转转快转！看这个这个根本不能上了，可以好了，有了有了。天使说：“哎，你怎么这么喜欢？”不，哎，这天使真的挡不住呀！送了两个，拉起来所有人。这个没有拉。我操！我操！这个很尴尬呀，朋友，这个太尴尬了。这个真的太尴尬。哎，这天使复活怎么挡啊？挡都挡不住，这天使复活，这一定有人去找，我被揍住了。这一定有，一定得让他复活再打一遍吗？你就一定只能这样吗？你可以直接切掉天使先。这个说不准的，这个不，但天使一般都大家出生点，你进入进不去，你怎么把他杀了？哎呦，就你的眼神。这个就是看你们怎么想了。没有，有时候杀的时候是怎么杀，就是。天使很烦的一点就是先掉了一个，然后又掉了一个，然后再掉了一个，你懂我意思？就不就是一起死的，时间差分开死的。对，时间差，然后死的位置，这个天使很烦的一点。我好想玩黑百合、啊，怎么办？学习 T 吗，孩子？半道。哟，这还缺啥？没人给呀、啊？问题是你安娜的话，因为我伤害太低了。可以给托比昂、啊，可以给托比昂。对，给我。如果啊，我太公布，然后我太公布，太大后退了。太公布，我操！那只有一个 DPS 啊？那只有一个 DPS。对，是只有一个 DPS。天哪，只有一个。三个，然后只有一个残，只有不，
是这样的，一个 DPS 一个残废的 DPS 跟一个 DPS 都不是本体的 DPS。 对，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一个 DPS。 可是你那个 DPS 把他的 DPS 放在哪里？哎，你去吸一下能量放前面呢，嘿嘿，不要放这。是啊，不过去前面只能被拆啊。因为有个小美的话，你可以架在上面，我在那上面放了不到多。放台，就算炮台被拆了也无所谓，你就是要吸能量。哎，没事，我有火箭，啥事没有。他们还是有锤子，没有。哎，我什么鬼？我操！他们有安娜。拖盾的多厉害！我们是从左边上去了，你们这正面打的有点那个什么？正面直接就没了。没办法，我没有锤子，怎么打正面？哎呦妈呀，浪费了！不是我射残了一个小美，射残了一个天使，然后被天使点死了，我他妈的日狗！哎呦，我的！哎，完了，他们安娜第二波肯定有大了。我操！别撤！我靠！我打了1500伤害。我操！我退。是小美克，我就小美克安娜的福尔。有奶吧？有，不想奶你的。我操，这个我们连个屁都没有啊！这边进来了，这不GG了。对啊，一个大的没了。刚好了，回来了。我操，杨威廉，杨威廉啊！别看我。哎呀，还动手不洗手。天使。哎呦我操，被瞬间拆了。一个大锤好不好，强不强？完了，要死，我被冻住了。我也被冻住了。哎，天使碎。我操，被他妈毛妹四炮打死。安娜尽力了。地点拖啊，没了，这也太惨了吧！哎、瞎打了，打的也太惨了吧！你这打的什么？哎，瞎打！嗯，然后就被反嘲讽回去了。嗯，有我，算了。好，今天第一个船即将出现。哦，我还在哭哭呢，好久了，兄弟。天哪，没出城！哎呀，这就很尴尬了。刚买了个金星的，没钱呢，真是。为什么叫没钱呢？我现在就200块钱。200块钱过一个月吗？不错。200游戏里面。我才130，才640。走。我急需一场把对面头都怼爆的胜利，来个站点。我也是。这不是站点吗？今天这是站点突击图。哈哈哈。人是很强的。但是他半藏没有成。哎呦我去，这什么等会儿二打一那反杀满腹横跳我被碎了然后他妈的堡垒矫健啊来来来拿一名还有助攻啊我们还有奶嗯在哪我来送能量哎，来！垃圾麦克雷！哎呀呀，别睡我，别睡！这话你怎么补的呀？这个麦克雷不行啊！被他妈安娜睡了！妈的！
我这么正直的人说睡就睡我。宛如智障。那宛如智障这心情，我操！要干嘛？哎，不要站在门口、啊！哎，你让他出来好吧，你让他出来，让他出来，我来阴他一波。假装我们走，假装我们走了。可怜。我觉得他有大了，我跟你说，这堡垒在干嘛？躲过，没逮住。这玩意儿。完了。有人在里面被轮奸。妈蛋！我操！有人在里面被轮奸。好贱啊！快出来，能不能赢？你们还是孩子。好贱啊！我把他拍下去。我妈的，我想开大赶路。哎，我的大都没放出来呢，我的复活呢？还要复活？还复活？我操！哎呀，姐夫！又爆了多拉多拉！进攻还是防守？进攻啊！哎，深深玩法机，好的。哎，算了，你还是玩毛，你还是玩毛妹吧。不要嘛，哎。哎，这都什么骚东西，我靠，能不能好好玩？不，那没办法的。你怎么好好玩？好，还谈什么好好玩？可以。我操！来个毛妹，来个毛妹，我们就那啥。告的来个毛妹。对，来个毛妹，我们就。哎，组团进十六。懂 DPS。哎呀，玩的麦克雷说七十六都不想玩了。别在这儿，别再耍傲娇了，我操！别再耍傲娇，赛还打错了。哎，这个赛还打错了。啊、哦。你说啥？搞的。圣德勒。圣德勒是什么？西班牙语吗？日语的，没有日语的那个傲娇的语言。哦。他蹭的累，把自我飞不上去，来摸个头。不打中了，往前站一点，走吧。哦，巴比迪。轮炮也可以，轮炮也可以。教你个技巧，你可以先打个你好，然后再扔闪光弹。你好以后，那个抬手跟闪光弹是一样的，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就哦，就偏移出来，偏移。我操，很强啊！有半招。我喜欢啊这个东西。哎回来，我们只能顶住外面了。我想回去。我跑哪里？我原子在我后面弄。哎，这原子怎么这么死我？然后就哎炮台。原子把我给弄死了。哎你们哎。完了，炮台打掉了，死光了都，对面都死光了，怎么了？哎我怎么就 double Q 了？我操！哎呀我。我需要奶，左边有人啊。哎，拿我一下，哎。啊。在奶的一瞬间，你死了，这不怪我。烦躁。没关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把对面两个前排带掉了就可以了。哇！救命！我操！骂是没有。不是，他们角落里蹲了一个托比昂，然后你们都没看到。哎，这游戏真是。这个游戏。出事啦！可以打吗？能打。能打啊。打不了。小铁，好。
我操！我操！我操！我操 ！Saber， 他说他买了个号。哎，这不真的买了号啊？不会吧？他真的买了号。哎，这有点不太好吧？我都不好意思。什么？买了什么？我太不好意思了。Saber 为了带我们打假竞技。哎，有炮台，有炮台！哎，天使跟我一下，我去把炮台拆了。哎，说完就死了。我死了。哎，天使去跟我一下，我把炮台拆了。我知道，我看到你了，看到了。然后我帮你报了仇，然后你们都死光了。走。哎，等一下，别。等一下，人还没到齐呢。我去后面找一下去，找一下半。我想说小单腿，天哪！哎，不是我喜欢呀。你杀了没？杀掉没？这个他死光没知道。嗯？知道你。来，天使来跟我一下，天使来跟我一下，我去拆炮台。哎呦我操！我操！哎呦我操！大哥。我刚才说你想把他造里面，你怎么就把他勾起来了？哎，他们半藏，我操！别上！没有打，屁股有人。后面有个半藏，后面。我操，这个有病啊！这锤！来，最后一波了，哎，也不是最后一波，倒数第三波了。我操！招不住。我去拆，我在拆爆台，但我需要天使，我需要天使才拆爆台。我在。等一波，别在。天使干的。把爆台拆了，放大。我去。哎，后面人在追我。烦死了！哎，这个死神，你这还没活。哎，天使啊！炮台拆了。我一直在哪里？我被。漂亮，后面屁股还有两个人，屁股有点推，先推不用管了。然后再推到了，我们再来。弄他。这开大没什么意义吧？我觉得这点都没了。天降正义，后面有圆。我操，这个圆就是勾不到。醒醒啊！还有个小妹妹。死了 ，OK。当心，我来帮你。这半藏他妈以为我眼瞎是吧？我靠！我去到后开不打。我哎，掉跟我。我拿不到你了，我刚刚。有个半藏在右边小房间。我现在还是拿不到你啊，亲爱的。炮弹没了，我只有两滴血。我也觉得。我操！又死！我操！什么玩意儿？这有点扯啊！空投炸弹。好烦啊！这原始。Saber 的小号我加了，你们加一下。他好像加我了，已经。我刚看到，就那 McCree 是吧？是那个 McCree 吧？是 McCree。哎，这一下，哎，锤子就一下呀，打没打到吗？锤子死了。OK。我换一个妈的。走啊！哪里有炮台？我想看一眼。我去拆炮台。拦我一下。啊，看到了。哎呦我操，这敌人！你屁股有人？屁股没人啊？不是，我说那个路霸。哎，救一下！巨型充电宝。还好。安娜，他妈的！安娜。哦，可以。炮！哎，炮台，熔火核心。妈的！
哎，这迪瓦他妈的！你们点一下，帮我挡一下那个迪瓦。哎，他们想锤就锤我，我被锤死了。我活着。还以为你要帮我挡一下，我反正我就冲上去了。哎呦，烦啊！哎，这敌吧，他妈！哎，那个要跳大，直接跳大。你们顶一下，我往后面去。我先去把炮台找出来拆了，然后你们再进。你们为什么不炮台先走？可以。哎 ，nice。进来我有大安娜死，安娜死，安娜死，我操！我一滴血，我的天，我被炸到！好乱，什么玩意？还给我，把我的机甲还给我。然后小姑娘，手枪的时候到了。小姑娘，小姑娘。哎，先推，先接着推，接着推。把小姑娘在里面打不动。哎呦！机甲。我他妈没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被小姑娘打了。我他妈没了，好吗？小姑娘。哎呀，后面麦克雷就进不去了，后面麦克雷绕不了后，烦啊！你们后面有水坑。哎呦！我的妈！哎呦！哎，这炮台是心理变态吧？我操！我等一波。哦，队友单，那我直接走回来。我好烦啊！哪里有圆？有个圆在后面。勾一下。不行，正面进不进去？我操，侧面。哎，这正面我去吧，我去搞正面。哎，你们后面有个死神啊！奶着你呢！他交 shift 了。走，我们上去先把二楼占。不是，大门后面有一个那个，大门后面有个炮台。可以。我妈了个蛋啊！烦。漂亮！哎，你们这个挡住啊！你们这个挡住，我没办法。我死了。我的锅。没关系，没事。哎，我操！这没办法。我在就好了，我来不及。哎，这就没办法，这就没办法。刚刚是我的锅。太嗨了，我跟那个法蒂走。哎，没办法，就是那个。我靠！你看我，哎，一滴血，我操，血槽都没看不见了，已经。嗯。真的害怕。啊！刚刚真的是我的锅。哎，你手里有大被收掉了是吧？我是手里有大被收掉的，所以我刚刚侧面。什么伤害给你？free 平均，才两级啊！他又重买一个号，为什么不去淘宝收一个？对啊，才两级啊，都淘宝收不到美服吧？哦，可能。这个，你们 ICT ACT 都考多少分啊？来，你知道的。24好吗？讲道理，我们全部满分。可达，好不错。800分的阅读，我跟你说，不知道我当时为了考800分阅读学了多久，学了2个小时呢，真的是学了不止2个小时，好吗？3个小时。
哎，怎么被断了？可以让人家把阅读换成中文的是吗？被关了。算了，我并不喜欢傲娇。妈的，我要收回刚才那句话。我今天的言我一次没勾中过，这是我的失败。你一次没勾中过，我操！哎，那锅不是我的，锅是你的。哎呀，这个锅我不要了，不要了。哎呦妈呀！你要玩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带 Saber 上25，我的天啊！可以带 Saber 上25。那我们买了。我打。看他现在几级？就这样，就这样。我要放其他镜头啊！阿比迪，快！哎，关了。哎。哎，什么？什谁啊？谁啊？啊，谁啊？我靠，麦克雷十分钟。哎，我靠！哎，他第一把打麦克雷就打了32个 eliminations， 我的天！正常，第一把都是这样的。我当时哦哦，因为对面菜是吗？对，一级的时候那一局真的是爽的不要不要。不，哎，你其实等级低的时候你可以玩玩锤子，别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针对你，其实。啊，对，我当一个毛妹，然后站在车上从头站到尾。对，而且毛妹也很爽，毛妹低等级的时候什么全程100能量这种。对啊。就别人看着就盾就打你。麦克雷看到我的炸弹在地上，妈兔子踩了一脚。哎，怎么这么多？我 shift 到了，可是没打到他。shift 到了没打到？这是什么武功？这就很尴尬了。我回来了，麦克雷。啊！麦克雷差点就死了。